带来这首《不曾回来过》。这是我吗？请问现在还可以问事情吗？可是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。哦，谢谢。你是不是想问上次那个客家妹的事情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想问一下客家妹哦。嗯。哦，要你拿笔抄一下哦。哎，笔抄什么？他的电话是0920207207，来抄一下。怎么那么好记啊？哎，号码那么好记。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说他很生气哦。什么生气呢？为什么？他说他想要，可是你每次都先不要，先不要的，让他很不开心。猪猪，我一直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只是我平常不习惯在外面玩，我比较习惯在房间里面玩。等一下，他又讲了一个。怎么了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每次做到一半，嘴唇就发白。什么什么到一半啊？什么意思？跳舞跳到一半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现在已经锻炼好自己的身体了，我今年的身体是非常强壮的，不然你是要等一下那位女生来试试看。先不要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遇到我哈，算你好运啦。真的吗？来，这个东西哈，你给它喝下去。这个是地鳖虫全餐，你给它喝下去之后呢，保证你体力飙飙叫。来。屁呀！刚刚蕊了之后没有这个东西啊！你们疯了！你们有糖果都会拿给我喝啊！你不要闹了！刚刚没有这一段啦！快点呐！很臭啊！我这都被中鱼了！不行啊！林叔会看呐！不可以啊！啊！好臭！好了，沾一下，沾你这。不然你亲一下他就好了啦。有了啦。现在你随风而走，
曾回来过。对，我把那个凤凰电视台剪掉了。对，不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没有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们的歌一出来，刚刚名称你们那个一唱哦，我心里面的感动啊，不言可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用 opera 的那种 feel。哎呦，那是一个大那个 big band 了 ，opera 是，然后大的舞台剧那种感觉呈现，这音乐层次是更高的，是吗？但是你唱的歌，哎。唱还真好听，谢谢。你一定有参加歌唱比赛的，就是马鞍鼓手，马鞍鼓手，非常刚好，我有参加，但有参加过，对。然后你在歌声那个声线里面啊，展现他人生里面的挫折哦，那你好像听得到那个刀在，好揪心哦，而且刀一刀在那割，他的声线有中岛美嘉的感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他的尾音，哦，你听得好细哦。唯一的小问题也就是说。中岛美嘉是谁？中岛美嘉，中岛美嘉，他不吃午餐的啦。山上优雅是差不多，我猜猜啊，一哭二闹。山上优雅，安室奈美惠，安室奈美惠，安室奈美惠，还是安室奈美惠？但是我要讲，露露真的扮起来好像哦。对啊，对，谢雅真的。我要一直看着脸，一直看着脸，然后一直看到胸部才说哦，露露。我今天有束胸。回来了，是瑶瑶束胸。感觉起来就是卢广仲的马子。有没有？哦，一个是严正来，严正来，表演好不好听？好听。再次谢谢你，千娜。